大家好，今天是周末周日，然后我们家人都有过来了。我们今天在庆祝端午节，同时我们在收拾家，所以我们家你看我们的墙壁都清空了，然后在打包箱子打包行李，我们都一家人很忙的在准备，我们就是很快就要搬家了。然后现在去看妈妈和姑姑在干什么呀。在包饺子。对呀，包饺子。哇，好好吃。我们有的时候一不知道该吃什么饭，然后就说哎呀包饺子吧。对呀，因为我们都喜欢。然后又比较省事儿。是的，省事。就是对我们来说，大家喜欢，孩子也很喜欢。对，对我们来说又好像又是主食又是菜。是，对。然后里面又有菜然后又有主食。对呀，很好吃，你看包的多好看。哇，姑姑和妈妈包的真好。这是什么馅儿？这个是那个猪肉，然后里面加了点，里面加了点虾仁，这样的话这个馅会比较新鲜一点。可以可以，很期待吃。妈妈又在这儿擀面皮儿。没有，我现在不好吃了，我那放一点应该没淀粉嘛，只不过它是用煤，在煤的饺子皮，它是用机器压的，它比较湿落。我拿回来，后来我又搁了。自己擀的都好吃些。以前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老家好像只有过年才会吃饺子啊。对。是不是过年才吃饺子？是。然后一包饺子就是全家大小都上阵。其实，现在感觉就是留在记忆中比较深刻的那个东西，就是小的时候过年，然后一家人都在那里边包饺子边看电视，这个是小时候一个很深刻的回忆。哎，我说咱自己吃不是闲着长多了吗？你这个长虫还怪多的感觉。韭菜。哦，韭菜吗？我们老婆，我们已经打包几个箱子了？现在打包了有。五个箱子了，一二三四，这是第五个大箱子，是不是？我们准备要带八个箱子，哇塞，到时候怎么带呀？六个大的，两个小的，哇，这几天就是能用个小推车，你一个我一个，然后有人建议那个。推车让张远推程程。哦，我搞一个车，你搞一个车。张远推程程，你要不要带着？到时候用背带背着。可以把两个箱子小箱子放车上，让张远推一下。对对对。让心远拉着车，不能拉着我们。对。就可以了。对，我们两个大人带八个行李箱，三个孩子，加油！老婆，你这会儿在干什么呀？就是在把一些我们墙上的东西拉下来了，打包起来了。有一些需要带回去，有一些没有箱子没有位置，需要留在这里嘛。这些比较有意义的，这些我们都，这些我们都带过去，带不过去。有一些带回去，有一些带不回去，毕竟太大了。对，这个带这个很好。我们上一次怎么带过来的？就是在箱子里面了，现在你看箱子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个又大。对呀，但是不是，关键是这个又大又那个啥，又很脆弱，它一有东西在里面一你知道吗？一戳就会烂。这个也是，这个很脆弱。哇塞，我觉得带不过去很。那你可以想办法。我们可以手提一个箱子吗？可以。可以啊，但是小的那个箱子都装不上了。我觉得有这些东西才叫家呀，老婆。我知道啊，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家的东西呀。好。这个，除非你们要寄过去，没办法。我找人寄过去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箱子我塞得很满。一压都会烂是吗？会破，对。我们上次怎么带的？怎么带回来的？从美国。就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东西嘛。好吧。又硬的，又沉的。好。我就害怕它烂。如果我们手提一个箱子，我感觉可以，但是没有那么宽箱子是吧？手提箱没有。然后这是我们婚礼的时候我爸爸画的一个画嘛。然后每个参加我们婚礼的人有手印上去了。哦。所以这个非常手画的是吧？对。这是所以我们结婚的日期。参加婚礼的一个嘉宾的手指印印上去的，2014年。对。
八月二号。这是不是我爸爸画的？时间过太快了。他写的。嗯，好漂亮。我没有遗传到，但是我觉得张扬也遗传了。啊，对。如果我们有一天有一个 home 的话，有一天有一个 house 的话，自己的家的话，我们需要。在美国我也想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珍贵，我不想在行李箱不小心的被弄破了。啊，我很舍不得。那我们抱着吧，我拿一个包背着。啊，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订婚照，我妹照的。我们的订婚照，然后就这个，但他也很脆弱，对，他其实已经压扁了，破了，那这个哎，这个一个，然后我觉得很可惜，对，我就不想让他再一次，反正这有圆底儿，我们还可以做嘛，这个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婚礼的一个东西，一直在挂在我们的卧室，对，就是 Every love story is beautiful, but ours is my favorite.每个爱情故事都很美，但是我最喜欢的，听过最喜欢的是我们的。啊，对呀，我很喜欢这句话。对呀，我也很喜欢。I love it。还有一个，这也是我们婚姻很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多米约。在 Gatlinburg，在美国的那个大烟山 Gatlinburg。对，in the smoky。这是我们上山的这个叫什么车？缆车，哇塞，那个时候，你看我们，有反光的。对，那个时候我们好年轻啊，那个时候。好小的样子。啊。证明我有瘦过。很瘦很瘦，不到一百斤吧。不到。对。八年前啊。对。七年前。对，七年前。七年前。我们。然后这个是我准备带回去的，因为这个很好带吧，这里一个布，对，这个很好带，上面写了几个，应该是可以说家庭规矩嘛，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 rule 是吗？对，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朋友送我们，我觉得很符合是吧？对，就是 we are real，我们很真实，对，对彼此很诚实又真实，对，什么情绪什么想法都允许在这个家，可以说对，可以和彼此分享。 We are real， 对。然后 we make mistakes， 我们每个人会犯错。是的。是吧？我们接受，也不要求完美，在家里，对不对？We say I'm sorry。对，我们会道歉，会给人家道歉，所以说对不起。We give second chances， 我们会给第二个机会，第三个机会，很多机会，对吧？We have fun。我们会玩得很开心，这样大家。We give hugs。拥抱。We forgive， 我们原谅，很重要。We love neighbors， 我们爱邻居。Yes， 对吧？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We love， 我们有爱。我也很喜欢这几个，是朋友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墙上挂着，在一个 hallway 里是吗？是的。我觉得很适合。对呀、啊。这可以拿到美国这个。对呀、啊，这个很好拿。对。折起来就可以了，很好塞。准备五。灰尘多，好了，我们继续忙一下，我的任务快完成了，对，我还有一个，我把我自己的物品打包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东西要搬出去是吧，一些家具之类的，对，但是打包的任务我快完成了，妈妈和姐姐饺子都包好了，好，待会儿出去吃饭，好吧好，老婆这几天真心很大部分东西都是他打包的。Love you。吃饭喽，饺子包好了，吃饭去了。饺子做完了啊。快吃哦。怎么样？好吃不好吃？非常好，这次不做那么好吃，这次比前几次还好吃。妈妈说这个馅儿有什么不一样的？有加虾肉啊？对。你说虾？加虾比较咸，比较那个。饺子怎么样的话，今天饺子很好吃是吧，皮儿比较薄一点，平时皮儿比较厚比较大一点，皮薄馅儿多，对对对对，而且之前妈妈今天在勾那个馅子的时候，我说得给它装点虾，装点虾虾仁是吧，咸一点或咸一些，对对对对，因为咱在外边本来买的猪肉就叫跟咱老家的猪肉不一样，老家的猪肉非常非常有味儿，这边猪肉没啥味儿是吧，
好了，我们先吃饭吧。好吧，今天就到这了，拜拜。